谢礼，。你来 MH 不过就是旅游，我当然要带你把该看的风景都看一遍，这样就算你走，也不会有遗憾了。既然觉得我是游客，为什么还要帮我？你觉得我是在帮你吗？在投行圈，我还没有败过，我当然不能因为邓科把自己的招牌给砸掉。看什么看？不管怎么说，谢谢你带我上了这一课，而且等到风景都看过，我也一定会留下来。你好像没我想象中那么冷血。你好像也比我想象当中的坚强。我不欠人情，晚上请你吃饭，地方随你挑。上帝，虽然死板，但是你按照资产列表对于工作简报进行分类，非常细致，作为冲刺期的资料，具有一定的价值。谢袁总。陈一诚博士啊，你提出了一个很有创意的想法，虽然就目前国内的监管制度很难执行，但是很有远见。不错，谢袁总。出去吧。谢谢袁总。袁总，我的报告。将军，你单独留下来辅导。实地也去了，大冒险也玩了，这就是你上交的真心话？你真是死不开窍呀。过来，袁总有什么指教直说吧，我听得见。我要说的话不能大声说。过来。你在报告里面提到，万兴内部有严重的纪律问题，是什么呀？我确实查到了一些问题，但是我现在没有切实的证据，所以不方便汇报更多。你不就是打牌喝酒得来的二手消息吗？还卖什么关子？别小看二手消息，虽然很可能被经过戏剧化的加工，但很多时候都比一手消息来得真实客观。口说无凭啊。据说万山有一个秘密的休息间，那里很可能有问题。但是这种娱乐公司你也懂的，比较复杂，所以很难说清楚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有一间秘密的休息室？啊，而且他们还说入口和出口都很保密，确实不好找。但其实，在练习生之间都已经传开了。那这个休息室在哪儿啊？你不要以为我是去摸鱼打牌的，整个万兴我都绕了一圈了，长什么样都在我脑子里记着呢。你把万兴的各个部门位置都已经记清楚了？啊，我怎么就那么不信呢？你小时候可是连演讲题目都会说错的。你再跟我提一遍这个事情。
这家人都已经九万多小时了，怎么还不出来？这要被袁总批成什么样啊？可就算是IP的话，也要有点声音啊。这里面也太安静了吧。上次我跟你说万信娱乐的事儿，我怎么想怎么觉得不对劲。你说他们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啊？证据呢？你如果光靠猜测就可以做好背调的话，还要你们做什么？ 咋了？妈，自己看。你跟踪我啊？跟踪你？妄想症呢？我的时间很值钱的，没有闲情雅致去跟踪你们这些连报告都写不好的新人。上次你怎么跟我说的？积极认错，打死不干什么。是，我们俩就是普通朋友而已。 没有说什么对家公司职员非要老死不相往来吧？我不跟他谈谈工作就行了。今天这张照片之所以能出现在我手机里边，只有两种可能：第一，有人在对付杜磊；第二，有人要对付你。你以为我是不喜欢杜磊才不让你们俩接触的吗？他今天会出现在我手机里，明天就可能会出现在范总的手机里。到那个时候，怎么着？你要当着范总的面跟他解释吗？ 我该说的我都已经说完了，你私底下愿意跟谁做朋友那是你的私事，我管不着。出去吧。我行。还不走？我有个东西忘记给你了。你还想拿什么出来气我呀？你套不套啊？ 啊！你笑了，元帅。你别生气了嘛！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你关心我能不能好好说呀？非要这么严肃？所以你现在是打算在公司里面直呼你上司的名字了吗？啊？ 对不起啊，袁总。出去。好的。去把沈清给我叫来。嗯。出去。等一下。小女，这边。谢谢，我等下一趟。 老大，你俩又冷战了。小心虐妻一时爽，追妻追到火葬场。搞笑，敲捧我。袁总，我跟你讲，真的，我先下去。 你们两个聊得开心啊，是工作严重不饱和了是吗？把数据全部给我重新复核一遍，5分钟之内交到我办公室。好吃啊，是吧？嗯，订了超久才买到的。嗯，这个要慢慢品尝。老大，将军买的马卡龙，尝尝。烫死你！ 老大，你不嫌弃吧 ？Yes。 唉，唐鑫太可怜了，刚入社会就遇到这种渣男。
我相信万山这次一定会受到法律制裁的。哎呦，哎呦，等万仙娱乐 IPO 申请结束之后，我可不可以申请好好睡一觉？睡觉嘛，可以，休假也行呀。不过在这之前，你是不是应该做个自我检讨？万山这件案子，你的问题究竟出在哪儿？ 我知道，差点让 IMH 丢了个大扣。可不只是这样。这么认真，你不会又要记我一次过吧？我胜利的喜悦还没让人维持三秒，你现在就要开复盘大会了。你为唐鑫伸张正义，没错，是你墨子的侠义风范。但是投行并不是混江湖，你居然还一个人偷偷跑去录视频，你知不知道这样究竟有多危险？ 明明是你一开始拒绝我，只好孤军奋战。我瞒着你，那是因为我不想让你掺和进来。你自己都说万山是个渣男。你的意思是，最开始的时候你就是相信我的？我当然也是用我这双智慧的双眼，一早就看出万山有问题了。吹牛吧你！ 你呀，我说你这脑回路和你的脑容量就是一样，不靠谱。你就准备抱着箱子在我背后捡金币吧。你也知道抱箱子？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没有，就前两天听了一个抱钱箱的故事，启发还挺大的。嗯，什么声音啊？ 救命的声音！我昨晚一夜没睡，今天有一天没吃饭，我终于明白什么叫废寝忘食了。既然我的员工都这么努力，作为老板，我就请一次客吧。说，想吃什么？真的假的？我现在饿得都能吃下一头牛了。嗯，不过这个点应该只能顶外卖了。 这样吧，去我家。你想干嘛？我想干嘛？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。什么技术啊？做饭的技术。哦，你还会做饭呢？ 怎么样？要不要一起吃个饭？啊，不吃了，我减肥。我说你这么难拿这姿势，都一天了，你不累啊？不累呀。我觉得啊，你要有什么事想汇报一下，你进去没事啊。我没事想汇报，你去吃饭吧。好。哎，走了，拜拜。 你是在找我吗？啊！怎么了？啊！别碰我！别碰我！不，你哪儿不舒服呀？脚麻！脚麻！啊！我！脚麻了，你早说呀！哇！好麻！好麻！哇！哎！哇！好了好了。嗯，好了。嗯。 换香水了，哎，好了吗？将军，你今天整个人都很奇怪，从头到脚都不正常，你到底是怎么了？不是，你说话归说话，你别靠我这么近好吗？你如果真的有事要找我，你就说出来。
说不定我就答应你了。我没事，我加我自己的班，我没事，求你。确定吗？嗯。无所谓啊，反正我现在自己肚子饿了，我自己去吃饭。喂，林总，这么巧，我肚子说他也饿了，正好你看我手上的事儿也做完了，咱们一起吃吧，我请你。请我？来，脚不麻了？看看，我昨天疯狂补习 PS， 用爱给我们家小川设计的小广告。我们丽丽怎么这么厉害啊？哎，对，你注册了吗 ？ID 号是多少啊？干什么呢？吓死我了！这么心虚，一看就是在上班时间摸鱼。你这么悄无声息的，是个人都要吓死好吗？现在是午休哎。我过来就是，哦对了，我是想问问你那个叫什么来着？南部世界还是东部世界的？体验的怎么样吧？西部世界。西部世界啊？怎么样？你不是不关心西部世界吗？哦。我问一问就要关心了，那我关心的事儿多了。自己喝吧。切！你用手抓我的咖啡豆，谁爱喝？小谢提醒您，上线与百分百 CP 增进感情了。我不需要增进感情。你开个话题吧。行吧，暗恋大神。那今天的你表白了吗？切，今天的你遇到喜欢的人了吗？还没，我工作太忙了，没时间谈恋爱。哼，工作忙，一看就是没时间找对象的单身狗的常态。看来一件事快速相亲还是很有市场的。虚伪了吧？没时间还能上线闲聊？忙里偷闲不行啊，这个 APP 的核心受众不就是没时间谈恋爱的都市男女吗？先说好，你可别对我有什么期待，我对我的喜欢的人是很专一的。切，大哥，暗恋虽然美好，但是一直暗恋，你就不怕喜欢的人被人追走吗？君君啊，明天小川要请你吃大餐，请务必准时到达，我等会儿就发定位给你。吃大餐？为什么吃大餐？哎呀，来了你就知道了嘛。搞这么神秘，该不会是你和小川终成眷属了吧？如果是那样，那我就不只是请你吃大餐了，是请你坐火箭了。好了，不和你评了，我要加班了，你早点休息。晚安呢。不好好工作，又跑来天台偷懒。元帅。你觉得上海大吗？我觉得不大呀。为什么？咱们都能重逢。你说大吗？怎么了？怎么还突然感慨起来？是啊，人嘛，面对庞大的事物的时候，是总会突然觉得自己很渺小的。再看一会儿吧，我回去加班。
哎，等等，我今天晚上可能也会加班比较晚，你回去了之后帮我留下旺财呗。旺财摊上你这种主人真是倒了霉了。你们家密码多少？0905。0905，这不是你面试把我淘汰那天吗？你再好好想想。也不是你生日。旺财生日。再想。0905。是我们重逢的日子。这个不，他这是在无视我吗？他不会真的因为昨天的事情生气了吧？袁总昨天那么着急找小川回去，小川又惹你了。听说你们成立新公司了，怎么样啊？团建的开心吗？果然是在吃醋杜老师投资了小川。笑什么？嗯，没什么。给，特意为你调制的降火咖啡。我可不知道咖啡还能降火，不喝。袁总，你这是买新衣服了吗？这身真好看，跟你雍容华贵的气质浑然天成。少拍马屁。我没拍马屁啊，我陈述事实而已。很闲是不是？工作不饱和是不是？好呀，那你现在就去把晨星科技所有相关的资料5分钟之内放到我办公桌上。还剩4分50秒。都做完了，还有啊，我最近天天去资料室拜读你之前的案例，我发现你比那些人眼光好太多了，难怪这投行的千军万马都成了你的手下败将，不愧是真人。得了吧你！我说这 MH 已经容不下你了，我是不是应该去给你找一个相声培训班啊？哼。这就对了嘛，别生气了，笑起来多好看。真的吗？I'm holding back the fears, flying to the star, to where you are, to take me up. 喂，袁总，项目组今晚上聚餐，乔总让我通知你一声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笑什么笑？你笑什么呀？刚刚有人说我笑起来好看。我说什么你都信啊？我信啊。苏总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袁，江总来了。
嗯啊，星星小姐也来了。那个，其实我找苏总的事情也没有那么急，我就先不打扰你们了啊。等一下，我给你们也准备了午餐，你们快过来一起吃。还有小袁也是。 那好吧，谢谢啊。话说，江总，你和小袁助理在公司这么偷偷的谈恋爱，是不是很刺激啊？江总，您慢一点，别噎着。还行，哎呦，竟然还害羞了呢，真的是。你们快吃呀。吃。 圆圆，打开。哟，江总喊小圆圆圆哎，好甜呀！哎，那当然，我们家圆圆可贴心了。我呢，喜欢荤素分开，而且不吃胡萝卜和黄豆，他每次都会帮我分出来，对不对呀？太贴心了。 黄豆怎么这么多？那还有一个，我眼睛没瞎。江总，请慢用。谢谢。哎呀，筷子掉了，圆圆，帮我捡一下嘛。 江总，我听我们家苏畅说他有一个顶头上司，特别不好对付，虐情来凶得很。是，那人特别凶，然后又自恋又跋扈，我都不敢惹他。这么夸张呀？我听我们家苏畅说，那个人都一把年纪了。 还是单身，总是嫉妒和迁怒我们家苏畅，这种人心眼这么坏，肯定长得也不怎么样，说不定都没有头发。而且你说，按道理他都能做到那个位置了，怎么着也不至于身边一个女人都没有吧？所以我猜测，他会不会是？砰！ 宝宝，饭凉了，快吃一口吧。江总，我们家苏畅呢，有时候说话不太长脑子，容易得罪人，尤其是他那个领导，如果欺负他，你以后在公司里面多多照顾照顾他。啊，怎么会呢？苏总这个人啊，在公司那是最讨人喜欢的，不管是上司还是下属。 都特别的爱他，怎么会欺负他呢？是吧，苏总？哎，对啊，而且现在有了你的支持，我相信苏总以后在公司的事业一定会更上一层楼的呀。哎呀，我来不及了，我约了闺蜜坐指甲，你们先聊工作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对了，宝贝，我闺蜜今天约了我们晚上一起吃晚饭，她老公出差回来了，不是一直想认识你来着吗？你可别忘了啊。我要是能活着，下班回去我一定去。啊？哦，没，我送你走。哎，苏总。我正好有事要跟你说，要不让圆圆去送吧。圆圆，去吧。好的，江总。 星星小姐，请。人最美的红色，咋？哎呀，崔晨。 看你今天这西装搭的不错呀，挺好看的呀，啊，特别是这领带，你看。
点睛之笔，不错呀，持续输出啊，继续保持。谢谢严总。严总好。哎呀，沈晴，你看你这唇彩怎么这么好看啊？新买的吧？这可是我刚推买斩男色，太有眼光了。太适合你了。是吗？继续斩男。好的啊。将军，严总早。气色不错呀，昨天晚上一定睡得不错吧？谢严总关心，睡得非常好。今天晚上要睡得好。嗯。今天监视连空气都这么清新，完美的一天呀！哎，老大，科朗提交的新材料需要您签个字。好呀。还有个事儿，你知道欣欣回来了，我想请个假，多陪她几天。好事儿啊，多陪陪她啊。老大，我请的是年假。那要不然你请年假，待会儿去提交请假申请就好。去吧。让你玩开心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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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妈呀，这还是元帅吗？莫不是那千年老铁树开花了？我就说嘛，啊，生活在一起这么多天了，他不可能什么都没发生吧？臭小子，我可什么都没说，全是你自己猜的。老大，我这回算不算是神助攻？这人情你得还我啊！苏畅，这年假还想不想休了？701那房子住的还舒服吗？嗯。星星的电话我可是有的哦。老大，老大。噔噔哒噔噔噔哒哒啦哒噔哒。啊，袁总，袁总好。好啊。袁总，哎，将军，哪位是给我画的？啊，这个。啊，谢谢。嗯，将军泡的脚汗。嗯，哥，多喝一点。将军泡的好喝，你就多喝一点。将军，哎，待会儿开会的时候，你给公司所有的同事每人泡一杯茶。最近这个天气容易上火。啊，好的，袁总。泡茶。茶，嗯，好了，你先泡茶。啊，嗯，乔总，林总，好了，既然人都齐了，开始报告吧。好的，袁总。那下面我就说一下这次公司针对万星娱乐集团的旗下的 IPO 要进行一个很强有力的市场调查。它呢在2003年的时候已经去做到300亿的市值，它第一季度的 IPO 已经增长到了10%以上，第二季度、第三季度要增发到2152亿元。然后呢，万星集团作为娱乐集团中最大的在线音乐发展平台，它现在的用户已经达到了5.79亿，这是其中一部分。总而言之，公司对万星娱乐这个 case 下了很大的功夫，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出色的完成任务。好，大家任务完成的都不错。前几天不止让大家挖掘 IPO 还有再融资业务的新客户，记得把找到的资料和名单交上。好的，散会。Thank you.
进。袁总，这份文件需要你签字。看我干嘛呀，签？着什么急？签好了。先等一下，跟你说的你都记住了。嗯，好，出去吧。好的，袁总。还没整理完啊？吓死我了！就按照你这个整理的速度，估计等你整理完，这几家公司都可以上市了。我不是让你先回去了吗？我这不是担心有人完成不了工作拖后腿，我回去只能独守空闺吗？没有人。喂喂喂喂喂，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没有人。好吧，那你再等我一会儿，我马上好了。先回家吧，回家我辅导你，保证你事半功倍。不行，这个得我自己做，多难得的实战经验。看你起来妨碍我工作了。我不起。起来。不。好了，输给你了，我们回家吧。复杂的法则证明爱值得。 You are the all of my life。I love you, it's true， 因为你存在才懂得爱是 everything falling for。 乔总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昨天拉伸运动，胳膊都僵硬。那你的嘴是怎么了？口红都花了。啊，那个。啊，我刚吃了一家外卖，特别辣，太辣了。我说怎么一进公司一股味儿，以后在公司别吃味道这么重的东西了。我知道了，乔总。出来吧，走了。可以啊，将军。我元帅做事光明磊落，居然被你按到桌子下了，你还踢我是吗？哎呦，对不起嘛，你别当时为了我好不好？你是在撩我？There's tea for two, honey and ice cream now. Don't go far, you're so sweet, love so beautiful. 别说了。
要出趟差，可能不能和你一起跨年了。没关系啊，我们可以视频，你一个人注意安全。我舍不得你。我也舍不得你。最近灰怎么这么多？怎么，提前元旦大扫除吗？我擦干净了，我先走了。你这次去香港，注意这几个点，证监会不会提出异议？啊，那个我拿路上看，谢谢。这大白天拉着窗帘，你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你们俩偷偷摸摸在里面干嘛吗？你就不能装作没看见吗？我是诚心提醒你们，白天要拉开窗帘，门也要打开。办公室八卦特别可怕。拉开就拉开。乔总是发现什么了吗？是，他知道我们在一起了。我忘记告诉你了，我又成傻子了，对吗？哦，我错了。您怎么会错呢？您永远都对。将军，我爱你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要不我先回避一下。老大，祝你求婚成功。嫂子，祝你幸福。这什么呀？这个是一生幸约，这是一份女神协议，只要你签署了它，这一辈子你就再也不要想跑了。
还差半个小时。走啊！走走。